2019年5月10号。嗯。可是其实我们要去吃午餐的。今天头发好看。焦糖布丁有什么什么？气死！不要问我，回答不出来。荔枝、柠檬跟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你要到那个，你要到窗户上，像白雪公主这样。好。不行，两块钱，不要逗我笑。那小鸟就是会来这里。笑太开了吧？是，你不能一直用我那个笑点啦。乐道，台中乐居金奖的春联，干净的旗子，其实蛮好看的。欸、其实蛮好看的、啊、如果春联的话不要啦，就正着放。欸，这样好像有点不吉利耶，因为建筑物啊。对啊，是这样子吧，可以啦。